好玩儿。敏敏，你要对得起精神小伙这个词儿。开心。哇，姚乔小哥好兴奋，好兴奋。先让他们上去好不好？姚乔小哥抑制一下你们内心的兴奋。刺激。姚乔小哥哥竟然落水了，雅丽还在坚持。好样的，雅丽！雅丽又上去了，雅丽还落不起。好样的，雅丽！快乐向前冲趣味版挑战网红桥。开开心心摇一摇，快快乐乐哈哈桥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《快乐向前冲趣味版挑战网红桥》，同时我们也在海看 IPTV 同步播出。接下来 PK 的这两组队伍的队长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哈，来作为队长介绍一下各自的团队。大家好，我是盛鹏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队伍非常新颖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酿醋酱战队。酿醋酱战队啊，这个还是挺直白的。油盐酱醋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哈。对，这边大家好，我是韩玉成。都说是姜是老的辣，今天我带领的这个团队呢是这个老陈醋。姜是老的辣，对，醋这个醋是陈的香，这真的是。来，我们的战队是卖醋郎战队。好，这个怎么想着就是两边队伍选你们两个人当队长了呢？我们这边是新醋，他们那边是陈醋。这个老韩呢，在快充来说算是一个实力非常强劲的老将。然后我可能是最近几年才被发掘出来，所以说比较新吧。这个年轻的是本钱，这个不假，但是吧，这个有些东西，比如说产品，这个醋，老陈醋大家都知道比新醋绝对的新颖，绝对的这口感方面质量绝对是优。我作为快充老将，我挑战一下你单手俯卧撑好吗？接着。老韩今年多大岁数？今年是36。36岁。盛鹏呢？26。哎呀，整整10岁之差哈。来，单臂俯卧撑，我们看谁做的更多。预备，开始。好，结束了，这是吧？韩一成这边左手做了是48个俯卧撑，我们这边数到一半就，我自己数了50个，我还等了一会儿。啊，50啊！其实俯卧撑一个两个的，我觉得那真的不叫输赢，也分不清胜败。第二轮，大腿伸腿，行吗？行，预备，开始。两局作为年轻人来说，小10岁一点便宜没占着，咱说实在话，说明老韩的他的身体素质还是杠杠的，维持的还真是不错，是吧？来，我们来听一下双方的这个口号。一二，酿醋酱我最棒，有你落水没沙样。卖醋郎来袭，有求面无敌，无敌无敌无敌。3、2、1，摇起来！你看绿队又都抱到一起了。现在是6-5。哎，你看，我就说抱在一起，一个人下水就会牵连其他的人。现
在是4-5。一个蛤蟆跳就下去了。哎哎哎哎哎哦哎！加油！大家的落水姿势各不相同，还有什么花样啊？哎，悠悠小姐姐小心！最后好像又像同时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好像是我们网红桥头一回出现在摇桥的过程当中有平局的状态，你俩咋一块落下去的？谁把谁带下去了？我在他前面，肯定是我把他拽下去。哎，悠悠小姐姐小心！哎呦我的天！哎呦我的天！所以我们一直说，在网红桥上最好是我们单兵作战，这样不容易互相连累。但是出现现在这个局面之后呢，我们第二轮我们要通过撞球的方式再去分高下了。咱们这边谁撞球？哪一位？好，这位朋友向前一步。我们这边是谁？两位都是作为自己的队里面的精英来玩撞球的这一轮，之前见过别人玩吗？见过。你觉得难不难？我感觉不难。不难，你觉得呢？看着不难，做起来挺难，我觉得。我们究竟是难是容易，我们接下来都要代表各自的团队上桥去站一把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各自给自己的队友加加油。要助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麦克王来袭，摇桥最无敌，无敌。看看谁更无敌，我们上桥。开战了！开战了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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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接下来我们的摇桥还要继续，如果你们能够摇桥再拿一分，今天我们就获得胜利了。我们这边也人呢，打开系鞋带儿。那我们这把也要把握住这个机会，我们全队一起努力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
才主持人雨欣一直在说他很看好你，怎么那么不争气？我怕踩到他。成队最后一位小伙子，我看好你。我看好你。现在我们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-1打平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真正的终极之战了。你们觉得谁能获胜？我们究竟是谁？我们乔上见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喽。对，你们还这样互相扶，你们还是想一块落水？哎呦呦！这三个连体婴儿，你看。我们也来看看盛鹏跟老韩所带领的队伍哪边能赢啊？哦。恭喜成队获胜！哇，终于这四轮的大战出了最终的结果呀！恭喜我们的成队赢了！ Yeah! 这边恭喜我们的绿队拿到了我们的电饭锅一个。这边拿到的就是我们的冰柜一台，开开心心摇一摇，快快乐乐拿大奖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轮 PK 的两组选手。从这个服装上来看，他们应该是一伙人哈。这个站在我身边的就是他们的今天的领队，也是校长，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枣庄小海豚艺术学校的校长，我叫小乐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小乐看年龄不大呀。嗯，对，今年大家猜一下多少岁？你啊，我估计啊，应该猜一猜，猜对有奖。90后。不对，是80后。哎，你还蛮显小的哈。因为个子矮吗？八几年呢？不，我是93年的。你们校长平常也这么聊天吗？啊，这个团队成立多长时间了？我们学校呢有5年的时间了。5年的时间，现在这个整个团队有多少人啊？我们有学生呢，有1000多名。你很厉害呀、啊！低调低调低调。啊，那老师有多少人？然后我们老师呢有21位老师。21位老师，全职的老师21位。介绍介绍这两边的这个成员啊。这边呢，一看标准站姿就是我们学校的高管队。高管是干啥的？就是领导。你比如我们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中国舞的老师，就是我们主管嘛，教学主管。然后这边是我们口才部的负责人海螺老师。哟，为什么不让口才部的当队长呢？因为我是校长。哦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美术部的负责人丽丽老师。哦，同行同行。对，这个呢就比较厉害了，我们的金主，我们市场部的负责人，就是他。那个就是我们的服务之星，我们教务部的负责人。好嘞好嘞好嘞。啊，这边啊，这边呢是我们的教师团啊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法务部的负责人。来，向前一步走啊。律师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律师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对、来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中国舞的老师，你的叫金宇老师。然后那个是我们的美术老师，叫蓝晶老师。嗯，那个是我们的模特老师。对，他叫张宇老师。嗯，那个是我们模特的老师。嘿，大凡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。最后一个呢，也是我的徒弟嘛，也是我们中国舞非常一名优秀的老师。来，咱们一块喊个口号吧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小海豚艺术学校的教师团，我们的口号是：开心摇桥来挑战，不赢高管不好看。小海豚必胜，学校高管来挑战，老师乖乖水里串，小海豚加油！啊，其实两支队伍呢都是来自同一个艺术培训学校。成队这边呢是我们的平时这个主力员工啊，而我们绿队这边呢是骨干的这个领导部门。
准备好了吗？举手示意一下。好的，来准备，三二一，摇起来。这么快吗？哎呦，高欢高欢，哎，很厉害，绿队的那位男生很厉害。这不就是校长吗？我的天哪。回首他所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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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见，回首他轨道一开看不见，那所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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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首他轨道一开看不见，那所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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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别说，校长的这个平衡性啊真的是很厉害啊。还没开始呢。哎哎哎，后面啊，你要是再拉校长，校长就落水了。给校长十秒钟。太难了，校长的平衡性还是很厉害的啊。但是看到我们这边哦，哎呦，这个主力员工队很厉害，没有一位落水。校长把手要松开。员工们，今天就是你们报仇的时刻，想想平时校长都是怎么压榨你们的。哎，哎呀，刚刷完就落水了，现在是三对一啊，加油。校长，你把手松开！把他兰花指一翘啊，爹！哎哎，你看这校长在这个，无论站在哪里啊，桥上也是很有范儿，哎，落水也很有范儿，他落水跟别人都不一样，落水也很有范儿，他落水跟别人都不一样。应该刚刚你是站到最后的一位小姐姐，你有没有想到自己能站到最后一个？有啊。有。是什么样的自信？你之前上过网红桥吗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就掉不下去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感觉我行。第二轮的 PK 要需要我们每一个队伍出一个人在我们的网红桥上进行撞球。这就完了、哦、我还没尽兴呢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位美女主持。在哪里？你看看。掌声有请。你看多好，有这样的校长，对不对？这个学校怎么能不办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挑对人了。我那小的时候真的是也是得过很多的奖杯，就是模特类的。我第一次上舞台就是模特，就拿了彭城杯金奖，照片奖杯还有证书为证。那我们就 battle 一下好不好？好。校长刚刚说绿队是你这边出场，对不对？不，我换个老师吧。换我们的玛丽老师。玛丽老师是哪一位？来到我的身边。成队咱要派出的。哎呦，请问咱平时是教什么的？我是教模特的。你会手下留情吗？不会，我一定干倒他。你不行。那接下来就上网红桥，我们第二轮见，加油。啊，这是两位女士啊，来，两位可以开始了。哦哦，加油绿队，加油大白，加油大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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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看平时男生如果玩这个游戏都是人领着球走，女生一在里面就是球领着人走。对，哎呦，绿队这位小姐姐还是蛮猛的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好强势啊！优秀，恭喜绿队扳回一分！加油！
好开心啊，摇摆的。刚刚说了上场之前不会给金主手下留情，是不是也就光嘴上说一说？毕竟咱心里还想着学校。也不是，因为我没有他壮。哎，你这句话伤人可伤得比刚才还狠啊！扎心了，扎心了，我的。最后一轮，咱就享受摇桥的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，我们网红桥上见。好，准备好了，举手示意一下。看到了，他们自信的挥了挥手。接下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摇。随时欢迎你。哇哦，厉害厉害厉害。我觉得真的要问一下我旁边的这位小姐姐，她太厉害了。之前来参加过类似的这种节目吗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节目。第一次啊？第一次。那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就是觉得能行。我就是觉得能行。就是觉得自己能行。哇，你这个直觉还是蛮准的。来吧，我们这边获得是我们电瓶柜一个。哎，我感觉他们搬起来有点费劲。当然我们这边绿队表现的也很不错啊，可以获得电饭煲一台，恭喜。开开心心摇一摇，开开心拿大奖。哎呦天哪，你看这边好酷啊，都戴着那种这个眼镜啊，还摆着同样的姿势。那就从你们先开始介绍吧。嗯，我是来自咱新泰市健步走运动协会的夏军。哦，你好你好。这是咱们健步走的这个标配嘛，一定要，你这走道它不像开摩托，你戴这眼镜有啥用啊？我呢是做眼镜生意的。哦，你是来打广告的。你知道我讲了半天你啊，我们不但要爱运动还要爱眼镜。好，来先听听咱们这个队伍的口号好不好？健步天下，健康大家，健步天下，我们地上加油加油加油。好，这个是喜欢运动的。来，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这边的朋友。来，我们是来自新泰健步走队的快乐组合。哦，你们都是一个团队的。对对，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啊。对，听听你们这边的口号。
咱们这个健步走能给咱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？分享一下。自律，自律，对对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我们也分享了说这个我们通过这个行走啊，给我们带来这个健康的这个体魄。用什么样的方式咱们能稍微的测试一下呢？怎么着就我们就健步就要比平常不运动的人身体就要好一些？咱先 PK 一下推手吧。哎，这么着吧，既然你提出这个游戏，我随便叫一个快充兄弟吧。这样，冠城你来啊，你俩离得近一点，这能使上劲吗？好，哎，这有点打脸哈，这个可是你提出来的哈，你我们这都不一定是我们这里边最厉害的。这样，那个这位跟我同年的那位兄弟啊，这个。来来，你试试，你这个身高，来来来，就算输了也不丢人，输了能怎么样呢？是吧？就重在参与，是不是？有点远哈，有点远。干啥运功呢？这是？哎呀，好，可以啊。哎，对，所以说有的时候男人就要对自己有自信，差一点。啊，就这样吧，观众，下回多多少少给您留点面子啊。假装输一下不丢人啊！这是谁？这是谁妈妈？谁的孩子？我们的，对，我们的孩子，小孩子们，哎，过来给爸爸妈妈们加油来。大家好，我叫夏文哲，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的妈妈，我今天来这是给我爸爸妈妈加油的，爸爸妈妈加油。孩子，你有多小主持人的天赋哈？哎，这个小家伙啊。给爸爸加加油吧，来啊，来，爸爸加油啊，真棒，哎哎哎，真棒，给你拿大奖啊，拿大奖，让爸爸给你拿大奖哈，就算输了咱们还有大明星酒呢，是吧？啊，回去可以喝一盅，来吧，那咱们就桥上请吧。消防队员请上桥。来。还没摇起来，所有人都用力啊，脚上用力，来给你们换一个节奏，你再换节奏他们感觉也没有用。哎哎哎哎，可以啊。女性这节奏换的瞬间落下两个人。来，成队哦！成队这边往前方，好，哎哎哎哎，到底还好，刚刚我以为要拖一个下水的。现在是四对四。别说现在两支队伍的女生都很厉害，对，平衡性都很好，加油加油。哦，成队一下落了两个，我怎么这么现在是二对四，哎，有一颗了，坚持住啊。
球队只剩一个人了，你们只要把这个人给摇下水，我们绿队就赢了。坚持，哎呦，这个当下坚持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绿队获胜。你们这两支队伍算是比较强的队伍，摇了好长时间才开始往下落水，这个什么原因呢？这就和我们平时锻炼有关系。哦，跟平时锻炼有关吗？这个？对，锻炼我们的腿部肌肉和全身的协调能力，说明我们都是非常棒的。那接下来进行第二轮的比拼了，第二轮是碰碰球，每个队选择一位，快派谁出场？行，来吧，来吧，虎哥。那个双方报一下身高体重。140斤，嗯，1.75米，178/120。那我们就桥上见吧。我们的毛裤哥和梅牙弟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上场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准备好了，起撞击！你要把他们冲下去！冲！双方谁先冲啊？双方谁先冲啊？不要太温柔，哇！一下子势均力敌，第二撞。两名选手都是正面刚的类型，稳着点，别跑！哎，乘胜追击！还能站起来吗？起来呀！还能站起来吗？还能站起来吗？快点，美牙哥，小妹妹站起来！成队的大哥非常的聪明。给自己队伍扳回来一分，也就赢得了一线生机了。有没有？我们必胜，乘胜追击。对，把他们打倒。到底是谁？场上见。来，终极 PK， 齐上桥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都是平时的运动健将，所以平时这场运动真的是很有帮助的。没错，坚持。哇，这个队伍好难啊，摇下桥，所有的人都得用力。来，雨欣再给个节奏。来喽，3、2、1。成队率先落水，加油加油！哎呀，绿队也有一个落水的了。哎，毛裤哥有点站不稳了，毛裤哥。没错。哎呀，3-3了。3-2。成队还剩两位。3-3。
心不服。但是人家那边的确很强。对啊，那个白衣小姐姐是怎么晃都晃不下去。人家有定海神针。来来来，讲讲绝招，讲讲绝招，跟我们分享分享，如何做到能跟一根针扎在我们的这个桥上一样，怎么晃都下不去。多运动，然后锻炼平衡力，我练滑雪嘛。然后人家练滑雪，有一点点的关系，但是他们更棒。首先给我们红队颁发一个电饭锅一台。那我们这边的奖品就是冰柜一台。好，举起属于你们的奖励，举起来吧。开开心心摇一摇，快乐乐乐拿大奖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一轮 PK 的两组选手。来，从这边开始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绝顶哥李祥志，来自泰安若玉酒店。这是我们的领导，领导领导再领导，我是被领导的。你是绝顶哥。为什么叫绝顶哥呢？由于我的声音高，嗓门亮，再加上头发稀少，所以都叫我绝顶哥。聪明绝顶的那个绝顶是吧？哎，对啊，人不都说聪明的人一般头发都比较少，比较烧脑，也许是这样吧。来一块喊个口号，我们来听听啊。聪明绝顶，有条有力，加油加油加油。来来，到你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济南若玉泉管理公司的，我们是若玉队。为什么叫若玉队呢？其实我们两队的话呢，都是来自一家公司。你们是一个团队的人啊？分成两边了。是这么回事。因为今天的话呢，我们都是一个酒店管理公司的嘛。目前为止，管理公司的话呢，是在咱们主要在咱们泰安的高铁新区这边的话呢，有十三家酒店。目前为止上场的这些个呢，每个酒店的选取了一个精兵强将来过来参加比赛了。咱们这个酒店既然都是精兵强将，是百里挑一。那咱们能展示点什么，也得展现咱一下咱们的企业文化，是不是？对，是的，今天有绝顶哥在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才有绝顶哥。好，你是给大家来，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吧。好，给大家演唱一首《西部放歌》，小朋友们能够喜欢。谢谢大家。这歌得够专业的啊。哗啦啦的黄河水，向东流，黄土地的儿女哟，跟着那太海洋走。道道灵哟，一条条沟，一声声心田哟，早已不上那走西口。多少年的期盼，多少代追求，年轻的高原生盖上了好念头。唱的还真不错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哈，你们不如一块喊个口号，好不好？行，好，没问题。若玉若玉，有张帝。来，橙队和绿队，请上桥。来。啊，这是谁的鞋？
水之前还捂上鼻子。五打四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什么情况？四打四，三打四。看绿队最后一位小哥哥，哎呀呀呀呀！洋洋把人剁下去的也是他，扶人家的还是他。恭喜橙队率先获得一分。呀，这个朋友还可以呢，他跟盛鹏的不服完全是一样的。啊，这一对我觉得输赢都已经不重要了，我特别关心这个留到最后的朋友，您能介绍一下自己吗？啊，我叫孙文，来自凤凰湾酒店。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做销售。你做销售之前摇过脚？有玩过，玩过两天。这样，我们第一轮1-0，但是接下来第二轮我们要进行的是那个撞球的挑战，咱们这边是。还是你把我上吧，啊，扳回一城，我争取扳回一城。好，最强体型和最强体型呗。已经是本队的最强体型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你体重有多少？200。200，你也不轻快，您方便透露吗？240。就差40斤啊？那小意思。好，我们场上看你们的表现，好不好？给自己的队友加油，来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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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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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哇，满江出装，我的天！好，我来这进步了！1-1打平了！哇！哎呀哈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啊！哎呀，对位不一样啊！所以接下来要进行我们最后一轮的摇桥。当然，壮壮他们对面有那个擅长摇桥的小哥。我争取水花落得再大一点吧。去弥补一下，我们两队还是给自己加油助威，好不好？来，这边加油，这边来，一二，加油，请上桥。来，两支队伍的终极 PK， 请上桥。3, 2, 1, go！ 来，我们所有人跟着一起摇起来。来，我们所有人跟着一起摇起来。我们看到最大水花的贡献者小哥哥正在淡定地挥着小手，面对自己的队友落水，他非常从容，面不改色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红队的第二位，排在第二位擅长摇桥的小哥哥也是一如既往的淡定。哎呀！在他暂定的时候，他的后院垮了。
结果怎么讲，我觉得也在意料之中吧，毕竟我们队里有一个高手，但我看到两队还是很友好的，是不是决定哥？对对对对，很友好很友好。所以你说说今天来玩我们的网红桥什么样的感受？哎呀，感受太好了，喝了两口水，这个感觉味道挺好。那我们也欢迎你们常常来喝水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当然接下来我们是要给大家发奖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开开心心摇一摇，快快乐乐拿大奖，耶、yeah! 好，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一轮 PK 的两组选手，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嗯，啊，我叫龚伟，我们是老天鹅队。老天鹅队，还有旁边还有个大叔啊，还有绿叶啊，还有个绿叶哈、啊。对 对, 对。怎么想着叫这个名呢？我们希望自己变成小天鹅。啊，这小伙子得有两米吧？两米啊，来做一下介绍啊。我们这边是来自就是各行各业的吧，都是喜欢运动的，有健身达人，然后我们都比较喜欢长跑，就是马拉松之类的。哦，好好。你是擅长哪一方面？咱们这个身高个头，我是就是擅长马拉松。我一般是就是去官方配速员，就专业的兔子，就所俗称的。不，这个怎么就是你是属于领跑的吗？还是对对对，属于领跑的。哦，你这个腿长啊，你这两步顶别人五步了，也累啊，腿长也累啊。来听一下两边的口号吧，好不好？小天鹅飞上桥，我们一起摇一摇，加油！运动强人，强身健体，组队摇球，开心拿奖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感觉你刚才听见你发出了一声尖叫，惊呼，有点心慌。看的时候感觉特简单，上来一上桥感觉哎，这晃得挺厉害。这个马上要上桥了，现在什么感觉？激动，我只要不是第一个下来的就行。心率比较高，心率两个，心率到多少了都？心率已经达到130了。那跟平常运动的时候比呢？平常运动差不多了，跟10公里差不多。那对，跑10公里的状态差不多。跟跑10公里差不多了。对对对。来，两支队伍准备好了，红队绿队请上球。绿队这小哥得1.9米，他的身高在桥上真的不是很占优势，对吧？嗯，因为重心靠上。对，3、2、1摇起来。哎，红队怎么回事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吗？看来姐姐们的平衡稳定性确实不是特别好。可能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网红桥，不太适应。不是，绿队也太稳了吧。他们主要是觉得自己可能还没摇起来。看看红队的情况，我有点不忍心。哦，果然是1.9米的哥哥先落了水，是不是？对。可能因为这番摇桥没有压力，我们看到老徐准备耍帅了。哎呦，我们绿队！什么情况？哦，上劲儿了，上劲儿了！哦，差0.0几秒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多亏了绿队小哥哥健壮的小腿。姐姐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落水，你还能再坚持？对对，因为上次参加过，我两次都没有落水，后面这一碰了，我就。你这是第三次。这次主要是我连累了他。所以你现在也承认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没有，那不能这样说，那不存在的，我跟你说。刚刚姐姐们在讨论什么？我们本来就是当绿叶的，没想到自己超出自己啊。
就还没有体会到网红桥的乐趣就下去了。完了再坚持一会儿。没站住。啊。站不住。没事，回家练练马扎去。应该下次应该马步练练，我应该没问题了。但是刚刚坚持到最后的一位姐姐是谁？来来来，咱向这位姐姐取一取经不就行了吗？您是怎么做的？我就觉得应该是脚使劲抓住，前后必须得站稳。怎么你一说，我觉得这画面感都出来了。这脚趾头使劲抠住桥，使劲抠，连抠加踩。所以第二轮的撞桥，你们现在商量出来对策没有？会讲。他是一脸懵的。我也没试过哎。快乐是最重要的啊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你了。好，行。就是刚刚摇桥站到最后的姐姐，哥您多少斤啊？59公斤。59公斤，不到120斤。对。争取一定扳回一局，就是刚刚就差一点点就把你们赢了，就差零点几秒，对不对？这一回就看这位哥哥这么瘦弱，咱加把劲。好，来吧，我们网红桥上见。来，准备好了，请上桥。红队加油！红队加油！哎呀，期待啊！没错，来喽！绿队加油！刚刚两支队伍就差一点点。小伙子看看有点眼熟呢。啊！